第三位啊，斯外格的身上兼具有怪怪的话，酷帅蠢蠢的话，蠢好像是我旁边这个蠢的话，给个特写就能看出来了。萌萌萌的话吧就。土土脑瓜子萌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身上好像没有土，可能是你不了解自己。喜喜就喜庆，喜庆这是什么意思？好，这是我的偶像。好像还不是很理想。他到底是不是这个人？感觉不是。我直接给你来一个我的个人技。啄木鸟。嗯。好。啄一下，啄一下，啄一下。真的像啊。的确是你的这个个人技，啄木鸟，别人表演不了啊。